可能是女厕那边排队的人比较多，然后就有一部分女生就是跑到男厕里边。那个男厕它是比较长比较大，两个门，有一部分男生是从另外一头没有女生的门进去的，进去之后人家裤子脱一半了，然后一抬头，包括我也是裤子脱一半一抬头，旁边一群女生，男性的隐私也是需要被尊重的。你要是女厕不够用，你临时把那个男厕所那个号牌遮挡一下，然后就有人在那维持一下秩序，这都无所谓。